耶利米书第四十章一节，耶利米所在耶路撒冷甲犹大受掠去巴比伦的人中间，副会长尼布撒拉旦将伊对喇嘛投放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副会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伊讲：耶和华你的神目讲要降这个灾厄予这所在，耶和华予这个灾厄临到，照伊所讲的来行，因为恁得罪耶和华，无听从伊的话，所以这个代志临到恁。四节，现在我掏开你手里的铁链，你若看甲我去巴比伦是好，就通来去。我要好款待你，你若看甲我去巴比伦唔好，就唔免去。看，全地伫你的面前，你看倒位是好，倒位合宜，做你通去。五节，耶利米还未倒去，副会长讲，你通倒去撒番的孙阿希甘的家，期待你遐。现在巴比伦王设立伊做犹大这个城省长，你通伫伊遐，站起伫百姓中间，还是你看倒位合宜，就通去遐。对安尼，副会长送伊美牛甲礼物，偷放伊去。亚利米就到米苏巴见阿希甘的家，期待哩，伫伊遐。踮伫境内村的百姓中间，七站伫产业一切军长甲属因的人，听起巴比伦王设立阿希甘的囝，期待你做境内的省长，也将无掠去巴比伦的查甫人、富人、囡仔，甲境内各散乡的人，拢总交予伊，就是军长。你探雅的子伊十马利加利亚的两个子约哈兰甲约拿丹丹何伯的子西莱雅甲尼德法人伊会的正子马加人的子亚撒尼亚甲属因的人拢到米苏巴见其代理高扎撒番的孙阿希甘的子伊代理对因甲属因的人就抓，讲唔免惊服侍加勒底人，做恁踮伫遮服侍巴比伦王，就会得到福气。十节，论到我要踮伫米苏巴，伺候遐来咱遮的加勒底人，那是恁得接住酒油，甲热天的果子，收伫气库内。徛起伫恁所占的城，十一节，伫摩押地、甲阿文人的中间，伫以东地、甲达国一切犹太人，听起巴比伦王有留所村的犹太人，佮设立撒番的孙阿希甘的子，期待哩管理因，这一切犹太人就对所赶去的达所在倒来，到犹太地的米苏巴。基代理下，佮接住真侪的酒，佮热天的果子。十三节，加利亚的囝约哈兰，佮地产业一切军长来米苏巴见基代理，对伊讲：阿文人的王巴利斯切尼探雅的囝伊什玛利来要处理的性命，你知吗？阿希甘的囝基代理。却不信因的话。十五节，加利亚的子约哈兰伫米苏巴私下对基代理讲：“求你准我去台尼探雅的子伊什玛利，的确无人知，敢通予伊处理的性命，予聚集到你遮来的犹太人拢死散，地到犹太所村的人拢灭无啊！”阿希甘的子基代理对加利亚的子约哈兰讲：“你唔通做这个事，你所讲伊十八里的话是假的。”